欢迎收看《把妹耍赖》。经过前面几回的分享后呢，终于来到初学双踏入门篇的第五篇了。前几篇的练习呢，着重在左脚单踩一下，在不同位置上与右脚的协调搭配。而本篇呢，要将左脚变成单踩两下，并也与前篇同样的练习，由一拍接着一拍的方式加上去。在踩踏时呢，要特别注意左脚的动作不要变成用力下压去平衡身体，要让身体的重心维持在中间，让两脚可以放松灵活动作。左脚踩踏时呢，要注意力道，不要让左脚力道与右脚相差太多。感受你的右脚踩踏时的脚感，然后再感受你左脚跟上去时踩踏的脚感。本回的蓝妹说完赖就到这边，再来呢，我要开新篇章啦，一样是双踏的教学，不要错过下回的新单元喽。喜欢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蓝妹说完赖，下回见，拜拜。